阿奈，你要好好照顾身体，不要难过哦。哎，我在说什么啊？你怎么会难过啊？你应该很开心才对啊，因为我离开之后，你就再也不是西卡瓦塞了，你就可以不用再被困在这个小小的部落里面，你就可以到台北去找天地了。本来我知道你一定其实很恨我，恨我为什么要选择你到西卡瓦塞，害你的家人碰到那么多麻烦的事情。你一定在想，如果你不是西卡瓦塞，你就可以过着你想要的生活，你就可以离开这个部落，可以永远都不用再见到我。小刘柱，阿奈，你知道那个讨厌的带薪者他那天跟我说了什么吗？他发现我想要违背嘎嘎拉样的安排继续留在你身边，可是那是不被允许的，所以那个时候他给了我两个选择，一是马上把我带走，二是让我听从嘎嘎拉样的安排离开这里。但如果我知道跟你说再见这么难过的事情的话，我就让他把我马上带走就好了。小柳，你都要离开了，怎么还那么多话？谢谢你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。